Hello，这里是台东东园种苗。我们是专门培育泰国山竹的苗圃。这批苗大概种了快要3年，种泰国山竹最好是要遮阴，全日照的话，叶子可能会晒伤。最好是大概1米高的时候再慢慢循化，让它全日照。山竹如果没有嫁接过，它的十生苗的幼年性大概要12到16年才会开花结果。台湾现在大概有20-30棵已经在开花结果。树龄大概都超过20-30年。好，这就是我们台东东园种苗的山竹。